他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同星星，24岁，前特种兵。要说她跟一般女孩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稍微热心那么一点。 未来人称魏总，润氏集团新任董事长，海归高学历，生物制药和管理双学位硕士，董事长特别助理，年薪最高40万，年薪40万，好帅！谁看上你这样的员工？谁倒8辈子霉？反正我老板不是你。竟然真的是我，首先。 你要为难他，就他一人，谁活谁就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其次就是温柔恭喜，你要以糖衣炮弹轰炸他。救命啊！认清现实吧。你没事吧？别碰！你干嘛呀？ 脑震荡呢，一般死休养1-2个礼拜。不过以魏先生你进医院的频率啊，我看把这间病房包下来算了。